为了改善台南市交通较会塞车的路段，交通局按八月开始，针对着永康、大湾、仁德含着新市交流道以及中西区建丰路、大东路进行交通改善计划，包括有增加青灯的时间、增设左转道含着待转区、建立索道、智慧交通等四大策略。为着市长十月四号会再着专程坐着客运车来到大湾交流道，验收改善了后的交通状况。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哈，其实今天是礼拜一，通常照传统往例来讲，礼拜一的交通是最容易塞的。礼拜一上班时间跟礼拜五下班时间哈，交通是最容易塞的。其实就台南来讲，因为台南的都市发展，因为是古都，所以道路扩宽拓宽也不容易，要挖掘地下道也不容易。所以说坦白讲，台南的交通拥塞哈。又缺少这个捷运，缺少大众运输系统，所以台南的车辆特别的多。那我想说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努力解决哈。我们这个六大路廊的拥塞改善计划呢，从八月二号开始启动，到目前已经实施了两个月。那其中历经了微解封的八月，以及这个大家正常的开始上学上班的九月份，那从这两个月的观察呢，大概。在八月份因为车流还没有全部出动所以我们观察是车流的增加幅度大概是3%到5%，那我们的改善的绩效有比较好，大概是介于6%到15%之间。那不过从九月份开始，我们的车流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上学上班车流都恢复正常之后，我们车流的提升大概是有7%到15%的增加的量。不过我们的改善绩效比起七月还是有这个2%到3%之间的这个改善的幅度。王局长甲咱讲，初步考先是有了改善咯，因会继续来看路口的状况，找出上好的改善办法。那除了继续维持路廊的这个绿灯的这个周期放长，然后连锁之外呢，我们会来针对几个重要的瓶颈路口，如果可以做这个左转的改善，能够把这个左转车流跟直行车流来做分开，那让路口的这个停等的时间尽量的来缩小。那另外是我们会持续观察这个各个路口续进的情况如果有复杂的路口，那我们会针对那个路口特别来研议，让绿灯周期里面的绿灯时间的续进效果能够达到最佳。除了讲看交通，我们也特别感谢伫现场指挥交通的环境含着义工，多谢因的辛苦。谢谢您为市民的交通而付出，感谢您哈。那我们台南市的交通能够改善，感谢您，谢谢哈。那现场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交通大队的同仁，还有一些义交甚至志工的同仁他们都非常辛苦，所以在维护这个交通顺畅方面，我们要向他们表达高度的敬意跟谢意，谢谢他们的努力。